完了，对面要启动了，兄弟们，我能活着吗？那么问题来了，我德鲁伊的叠甲能逃过现在法强萨斩杀吗？谢谢肥炎的，怎么又来了？大色的爱的姐姐，爱姐，为啥我姐说失业了？你知道吗？首先，我们把科技跳起来，其次给对面费用压上，因为现在荧光是四倍。所以这就很关键，四倍的荧光其实很恶心的，对于萨满来说。然后看看能不能就疯狂叠甲，这一局不要爆牌，就不要拿那个什么477爆牌，门啊什么的全部拿给766，就疯狂叠甲。我不认为这个法强萨斩杀可以斩那么多，哎，但我也不知道，说实话，因为我这个版本法强萨削弱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，所以我并不知道对面能有多少费，就能斩多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司法程序我打不打？谢谢泰瑞尔送的星星点灯。哎呀，这个我打不打？下游河肯定先打这个六六七，然后再看情况。这回合我就能爆他牌。没必要，法强萨很难腾牌的，你看他现在过载只有三费，你凭什么能腾牌？我好多直播间观众都是来问我这个局这个要怎么打那个要怎么打的，你不来学习不代表别人不会是想学怎么思路啊，这个我觉得你说就有一点点以偏概全了，好吧。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，不出，我觉得爆牌可能有机会，如果爆掉对面一点伤害，天哪，解锁好，那来个477我肯定爆他牌，卖了。他是知道我要爆牌了吗？为什么呀？这么机智？任务的不能玩了吗？任务都早几万年退环境了，朋友，你说这个任务我都一下子整不会了，任务都退了很久了。47，你还卖法强？61，你有打我的欲望吗？过分了啊，下回还能再回8。
掉到三甲，完了完了，要死了。他贴荧光了 ，Oh my god！ 他要干嘛呀？我底下还有766的，我不爆他牌，我就要回甲奶满他。你看，78，哎呦，我快死了。怎么办？我被砍掉了10甲，完了！我被砍掉了10甲，我挤掉了一个回四，但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开了。我之后的牌不重要，泰坦现在暂时也没用，因为我现在满血，我要的只是护甲。我可以把护甲打了，我再去翻。完了，对面要启动了，兄弟们 ！Oh my god， 我能活着吗？哦，打三，血量减三。哦，解锁完了，完了，它启动了，怎么办？我死了，71血，不耐揍的。哦，十甲又没了。哦，荧光，它还有5费的伤害，还有，好恐怖，我真的要死了。Oh my god， 打六，16。Oh my god， 又打六，22。Oh my god， 又打六，完了，我护甲要穿了，萨满自己人，下手别这么重。哦，又是打六，我真的没护甲了。Oh my god， 护甲真的没了，让我先缓缓啊。赶紧把护甲先叠起来，这个是要解的吧？有点恐怖了。Oh my god！ 我想想看，但是我拿两张法术，我觉得就有点不太做人，不做人又无所谓。恐怖了，恐怖了！我没护甲了，我现在真的很慌，我不知道怎么打了，这个游戏太恐怖了。天哪，又是10血，真的要死了，你们能看懂吗？ Oh my god， 16。 Oh my god， 他给我这个变了大。最后才4甲，好弱。
嘿嘿。